第二个呢是 flat lease。flat lease 呢其实有点像我们看到的那个 UL 和 LI 的那个感觉，但它其实列表又不太像，所以大家呢我不太愿意拿它做比较，就大家能理解有那么个事儿就成。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 flat lease 的到底显示出来是个什么样。OK, 我们在这儿再新建一个 new folder, demo 10-02.js, 把 01.js 的东西拷过来 ,02。那么02里边的话呢，首先我们改这个 02,02, OK, 然后上面是 view style, 这个东西必须要的，然后把flat list, 还有一个就是 text, 因为我未来我需要 text, 我知道，所以我就把它放进来了。好，这块这块是宽度和高度，所以来讲我们还是把刚才的这个里边的这个拷过来。我们一会儿还是看字儿比较好看。好，那把它拷贝上去，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了两个样式表的样式。那么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呢，然后底下首先第一个在 render 的时候我们要这个要给它一个高度哈。style, 这个我就直接写在这儿了。HEIGHT, 150。然后把这两个都删掉。把这两个删掉以后呢，那我们在这儿写一个，因为 flat list 的其实一会儿我们就知道 flat list 的它一定会遇到就是 map 那个问题。能理解吧？那么首先 flat list 里边呢我看一下。flat list, 在 flat list 里边呢，首先我们会涉及到有两个这个要设定的属性，一个是 data, 还有一个属性呢是 render item。data 我要说一点啊，这个data 里面是什么呢？ data 里面是数组，是你要渲染用的数组。 random item 呢里边是函数，是用于渲染的函数。就是原先我们有一个 map, 我们原来经常这是 dis 点什么什么 map 后面啪装一函数，那个函数对每一个里边返回一个东西。现在呢他把这俩给你掏出来了，所以掏出来以后呢你可以就直接用，你就不用自己写那个 map 了，连 map 都懒得写了，他在那个 map 里他就把这个东西给你写好了。好，那么我们现在看，首先 data 你要有一个，这个我们就把它放在叫 dis 点 state 等于这个叫 my list, 那么这个里面我们就直接 hard code 进去了，200-300，理论上这个东西你要到外边去读的。好，100-200-300，那么这是这个 data 等于什么？ data 就直接把这个东西给它附上去就完事了，是 my 点 就是 dis 点 data 点 state 点 my list, 对吧？这是那个 data。 然后第二个呢，它是一个函数，那么这个函数呢我现在在这上把它写下来，比如叫 show item。 那 show item 这个函数它等于什么呢？等于一个这样的一个函数，箭头函数。那么写的大括号里面就必须写 return, 是吧？我们先把 return 放这。那么 show item 这个地方呢，它里面会进来会给一个叫做 info 的东西。那么 info 的这个东西出来以后的话，其实 info 就是里边的每一项，所以呢那么这个地方呢你要 return 什么东西，就上面就没有什么东西了，你这直接 return 其实一个 text。 这个 text 的话呢我们在这里把它放出来 text, 然后这里面呢把 info 放进去，是 info.item。当然这儿呢它其实来讲需要有
啊，这个倒不需要 key，sorry。啊，来讲，那么这是 info 点 item， 那么你用大括号 quote 一下，它就进去了。然后在这儿做完了以后的话呢，啊，这儿分号，然后这个地方等于 this 点 show item。然后把这个东西加进来，加到它里边来。好，我们现在看到了一百、两百、三百。那么为了让它再显眼点呢？我们就给它这儿加个 style 等于 my style 点儿啊 class 一吧，好，那么一百两百三百，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明显的哈。好，第三个。第三个呢，那么我们要实现一个 touchable opacity， 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如果一段文字我点击了它，它其实不会有反应，但是如果我把它包在一个 tappable opacity 里边的话，那么事实上来讲，它会产生一个先变暗，然后突然变亮，咻的那么过程。所以，那么这个过程呢，是我们可能要给大家来演示一下的。啊，零三，幺零下划线零三点 js， 改上面这个是 view， 把它换成什么？把它换成 to touchable 啊，出来了 touchable， 这个 able。able opacity， 对，然后的话底下这个都一样，这个没用啊，然后这个的没用，这个没用，这个呢是变成三，这个也是三，然后这个是让这个呢整个都变了。这个怎么叫整个都变了呢？这个里边呢，它变成上面这个是 tou touchable opacity 杠 touchable opacity， 然后在这儿我中间给一段 test 杠 test， 写一个叫我点我。哎，然后给它上一个 style， 好。那么它这个点击完了以后呢，是会有效果的。哎，这为什么有一个那个什么呀 ？turn， 对啊 ，expect 分号，哪个地方 expect 分号？这个地方啊。啊，这个有了，对了，所以有时候你看它提示的也比较奇怪啊。OK， 那我们来啊，我们还没把它加到 app.js 里面吧。
style sheet is not defined. 好，很好。style sheet。好，点击我有效果，你看一点，它就有点效果。但是这效果，有的同学说这个效果有点挫呀，哎呀，这个具体的这个东西啊，回头因为像比如像动画来讲，这个乱七八糟，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了。但是来讲，你现在已经有手段能做这件事情了。OK。